青春限定皮肤，我不知道你们买没买，但是这个六元的次元傲视，我相信大家都买了。今天就教你们一个套路，快速上手杨戬。首先说明一下，杨戬是二级就拥有单区能力的英雄，开局可以先买铁剑。想玩好杨戬的关键就在于他的一技能，哮天犬扔中或者二段追击直接击败目标，都会直接刷新 CD。而且二段追击是斩杀伤害，也就是说目标血越少，我们的追击伤害就越高。如果你觉得我说这么多只是为了算好血量稳拿河蟹，那你还在第二层，河蟹是必拿的。而元哥会为了跟我抢河蟹拉近距离，这时候一技能又刷新了，就能逼他交个闪。他也是十分的果断，因为不交闪会不会被我单吃不知道，冰是肯定一个都吃不到了，不过遇到我他还是一个冰都别想吃。还记得一技能的刷新机制吧，想和元哥拉近彼此的距离只需一个小冰横扫放狗带走。元哥这个英雄比较是操作，也是没有那么好限制的，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遇到元哥就不用可见了，反正也没用，他攻击距离比绝大多数法师都长，不如优先抢线去支援。这局队友也是比较给力，我都还没去中路混线，司马就已经来上多好，这里闪现没好，没法第一时间支援，不过元哥是肯定走不掉了，带走他只是时间问题。之前有小伙伴分不清闪二和二闪，实战中该选择哪种操作，这边跟你们解释一下，闪二的距离是比二闪远，所以在确定对面没位移技能了，优先用闪二。二闪通常在对面有所防备的时候先横扫再闪现突进，让对面猝不及防，这样防守也有心无力。体验下来这个六元皮肤真觉得是超值啊，造型和外观都很符合我的审美。杨戬释放二技能后不是会有强化真伤普攻吗，释放后武器会有这种流光的感觉，也是蛮好看的，对得起这个价格。我甚至有个大胆的想法，这皮肤不比情人节限定值，造型特效放杨戬身上就是六元限定，放在兰陵王身上就是传说限定，差距大吗？我觉得不大，而且至少杨戬的皮肤对面能看得见，兰陵王对面只能看见感叹号，感觉血赚了一把，峡谷真是美好啊。话说回来，杨戬就是下水道边路，出场率也特别低，但我并不觉得是他弱，而是其他战士太强了。面对一些特定阵容，那杨戬还是很强的，比如法师多的阵容，杨戬自带的高韧性和高回复，让他不受控法师没有办法秒他，就可以凭大招回复通肉反杀，尤其考验预判的扔狗也因为法师普遍站桩施法没有位移而变得精准了许多。顺便一提，哮天犬扔得准是真的很爽，超高斩杀线 K 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预判一下走你。总结一下，杨戬想单吃别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贴脸，他的技能贴脸输出是最高的，那就要掌握二闪和闪二的用法，然后在特定阵容中拿出来上分，尤其法师多的情况 T3 秒变 T0。 最后祝大家早日上分上王者，学习进步，身体健康。现在一切都好，忽然间我又路过曾经尖叫的街角，你离开打败我所有的骄傲，抬起头只剩那盏路灯原地静悄悄，他一定也觉得我有些可笑，黑夜里奔跑却好搜不到，跳转的时针是唯一的解药，想回到最初你我相爱每一个拥抱，你在我怀里睡着，现在一切都好，忽然间我又路过曾经尖叫的街角，你离开打败我所有的骄傲，抬起头只剩那盏路灯原地静悄悄，他一定也觉得我有些可笑，黑夜里奔跑却好搜不到，跳转的时针是唯一的解药，想回到最初你我相爱每一